哇，雷霆队换联防了，但这个联防第一下就被打穿了。防守怎么会防成这样啊？这个联防。啊，可能还是更强一些，包括再来一个。啊，这球可是成了扣篮 party 了啊！嗯，再看一下啊，马丁今天扣了三个。巴斯运球，耐心的找机会，最后再侧翼找一个机会。哎，这球传得漂亮，好球！这个球我们看有没有回放啊？三球传得很漂亮啊！伤愈之后需要去养手感，这边话音未落，又是班巴，又是一记暴扣。今天 PJ 已经得下十分了，这两天呢也是传出消息来 ，PJ 华顿的续约谈判啊不是那么的顺利。布里奇斯最后的十秒钟，十秒钟全在太阳队手里。布克向右侧启动，被巴特勒盖掉，还有时间，三秒钟，强袭。布克，啊！刚才布克巴特勒判断的非常好，我判断的真的非常好，世界名画啊，世界名画。关键是身体控制，一点下压都没有。对。哎呦，这球漂亮、啊！哎呦，漂亮！这球能进今天的最佳进球了。再看这球，这球真漂亮啊！展开了，嗯，你说面对着乔治这样的外线防守球员，失误了，卡特直接声响，上球，字母哥站在身前，漂亮！这球啊，看了看，当这球亨特也太了解字母哥了，这球转身之后啊，背传。这真不是瞎传的，是看到波里斯射进来。皮克斯给有一个再来，这几乎是跟刚才那球先撩出去再说。看这个，小可亚马丁再次起飞了，这脑袋几乎平框了。哎，这就是遗传基因。巴格利呢？斯图尔特。杜伦这些能够吃饼的内线球员也都摆上来，好球，阿努诺比滑翔皮克，下半场比赛再回来。给回格林，换防对上巴图姆呢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错位优势。马丁、哦、漂亮，马丁左手隔扣祖巴茨，我再看一下啊。绝对有他父亲凯亚马丁之风，绝对是啊，但是不是给替了？